今天我们说一下变性人吧。好的，姐姐。你去过泰国是吧？啊，我去过了，2年前就去过了。泰国的那个人妖和那个变性人，你能分得清楚吗？哎呀，我听说泰国这个就是说也是分有好几种的，啊，有一种是什么上面坐的呀，还有什么下面坐的啊，然后还有全坐的，是吧？对，那回我们去看人妖呢，也是就是三合一表演啊，哎，那挺是好挺的，不错挺有的，确意实思是的，非常好看，其实啊，我觉得这个变性人哈，有的人就喜欢化女装。你看，比如咱们中国吧，这化妆成这男扮女装，化成这样子，咱们出去的话，人家肯定叫咱们人妖，是吧？为什么？这就是不男不女，不叫你人妖，叫你啥呢？中国就是说，反正有些地方还是需要有改进的地方吧，是吧？是的，是的，给咱们的空间还要适当再大一点，我觉得，是吧？这也是哈，不过你在家里化妆的话，也没人管你。是的，这是活要活出自我嘛，对吧？对。这要自己喜欢就那个，只要是咱们不违法，对吧？咱们不偷不抢，像这种爱好，这是没有办法的哈。对，姐姐说的极是啊。是的。